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，已经两个礼拜没见了，请听我解释，我是因为我最近在忙搬家的事，因为我现在是回到香港了，不过，因为旧家那边只有就是两个房间的关系，就是我爸妈一间，然后我妹一间，然后因为我妹现在是正值读书的年龄，总不能让我去妨碍着她，碍着她，吵着她，所以我就搬到了三个房间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旧家窗外的风景，这个是新家窗外的风景，虽然说是海景，不过缺点就是很潮湿，而且都是海的味道，而且香港的海也不是说多干净啦，就是对，好，总之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由乖儿子所做的我要到台北去打拼，如果没错的话，好久没玩 Minecraft 了，姑且把设定都调了一下，应该看一下床上面写什么，丹尼频道王子、乖儿子频道王子跟蛋糕兔划掉，这该就是作者群吧。进来游戏可能会顿几秒，不用担心。已经好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是外面的星空。等一下，忘记接回来，我的手不见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什么？丹尼，然后更变为冒险模式，然后更变为普通模式。游戏规则：欢迎来到本地图，本地图有些规则，请你务必配合。他这成就都是按按钮获得的，记得让乖儿子关门。请开心游玩，有实况的话留言下去。怎么又破掉了？粉红色玻璃。那我们先去楼上看一下这个。特别的，我一开始出生都在外面的，所以要看那个景。看来上面没有东西，可恶，我以为会有成就，就失去了。开始游戏吧。开始游戏，游戏开始，加油！好 ，Mailbox， 我们的信箱里面有一本剧情。主角是小玉，家庭背景，小玉从小都住在乡下，都是阿嬷一人带大的。关于小玉是个成年人，很孝顺，是阿嬷的乖孙，希望能够让阿嬷过个好日子，所以决定去台北打拼。只不过他要去打包行李，当然阿嬷也很开心，很支持小玉去呢。老人家还孤单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不能去。好，我们就只能进家里打扫了，不是打扫啊，就是整理。这什么？获得成就，不起眼的小按钮，至少拿到一个成就了。这里。阿嬷把钥匙放在这，他拿得到吗？阿嬷的纸条。阿嬷应该出门买菜了，等等，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乖孙啊，跟你阿姨出去一下，你要去台北就快去吧。下面还有一段文字，我看到要回来看我哦。阿嬷写字比较，阿嬷写字还挺好看的呢，想到跟阿嬷分开就有点不舍。任务一，找到厨房钥匙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找厨房钥匙？阿嬷的小农田，浇水，信不信水上面会有东西？看来是没有啊，没事，你要采饭，
有什么要告诉你？有，夜柳树下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去找，去厨房，是什么？后门有往台北方向的路，有行李和钥匙再来吧。好的。接下来厕所。卫生纸，记得小时候多叫阿妈帮我擦屁股，哈哈。很像我附上卫生纸。没有。嗯？为什么东西卡在这里？好吧。玩麦克风喜欢站在奇奇怪怪的地方，看来是。厨房钥匙对不对？不是厕所钥匙，我搞错了。那这里是钥匙房间，阿妈与我二楼房间。嗯，啊？所以刚刚那个地方是有钥匙的喽。房子好小，在哪里？卡关了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？井底之钮，可是我不是在找成就。这钥匙会在哪里？完了，我卡关了。很吵了吧？我不能去打拼了，我要一辈子宅在家里。2000 years later。啊，果然是找了这么久，还是觉得这个洞很可疑，所以哪里？是，应该是这里的吧？因为不管怎么找，就是找了那么久，就只有这一个洞，很可疑。哪里呀？啊，谁捡得到啊？我捡不到，我是绝对捡不到的。要冒险模式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总之还是拿到了。厨房钥匙，哼，阿妈，你这样子，我要把厨房东西吃光了。我要蛋糕，生的还你，我只要熟的。我要去打拼，阿妈那么疼我，一定会让我带的。还要吃水果吗？牛排、羊排、烤鱼，我知道阿妈。最喜欢吃鸡肉的。那好。木炭，看看冰箱里有什么，能不能烤给阿嬷吃呢？这样子阿嬷回来就不用煮饭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帮阿嬷把鸡肉都烤熟吧。
好。等等，为什么钥匙在桌底下？怎么？居然，我以为，想到还真的嘞。好，把食物放好，手上拿着蛋糕，一边吃一边那个。看一下什么厨房有什么东西，不能吃蛋糕，看来是没有什么成就的样子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就哦吼，古老的话我们拿到二楼房间钥匙，从我国中开始，阿嬷走就不太方便了，每次上楼都要我牵着她呢。三，找行李准备去台北。对，看到了。开灯。每次在拜拜时，总是听到阿嬷希望我平安。哎，是史莱姆的，哎。好可爱啊，你看那个小衣服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啊，怎么那么可爱，好可爱啊然后就要准备洗哦，这边是拜拜的地方，开个灯。还记得小时候睡觉时，阿嬷总是会说故事给我听。装满的行李背在身上，跟后门钥匙。拿到行李了，走吧，台北。老旧的屋顶，哇！所以都可以从这边偷偷看阿嬷回来了没，是不是？阿嬷回来了，赶快赶快下去迎接，或者是把偷吃的东西藏起来。这边是什么？经常读书读太晚，都被阿嬷骂。哦，我阿嬷还是会叫我几点？她都是看完连续剧之后十点，就是那个八点档还是什么的，那个台语的那一台，然后十点就去睡，然后都叫我十一点，不要超过十一点去睡，可是都会被她抓到。因为他会起来上厕所，看来是没有什么东西了。好，我们拿到了该拿的东西，随手关门。后门钥匙跟装满的行李，好，我们就走吧。出发喽！哇，这里就是台北吗？终于来到都市了，好热闹啊！有着乡下没有的大楼，还有着浓厚汽机车的味道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打拼打拼，找时间回去找阿嬷，加油！这个是，这不能去，是我只能直走，是不是？什么星星大楼？通关按我，哦没了，就这样子，也不能进去前面逛，哎可以，哎没了，哦就这样子没了。好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卡关的、啊。感谢你要玩，看一下，我一样裸体，嘿嘿，我是乖儿子。不行，裸体没收。然后看一下不行的小按钮，古老的图画，榕树下，老旧的屋顶跟井底之钮都找到了。好可爱哦！你头顶也有蛋糕，我也有蛋糕，我手上还有蛋糕。那这边是什么？乖儿子丹尼蛋糕兔本地图三人合作完成，感谢你游玩。如果有 bug 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感谢你游玩，有实况记得留言哦，谢谢。好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卡关。我是丹尼哦，彩虹的头发。这个是好玩，不错哦，差，介于不错
跟好玩之间吧，因为可是我找不到那个跑酷的地方，太难了，所以好，那么哦，这是可以走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留言。太久没讲忘记。如果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人数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喜欢你的话，可以按赞订阅，也可以告诉我如何做。哎，这是讲过了。重新，我太久没讲了。好了，那么在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喜欢的话也可以按赞订阅，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。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